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咬一口甜甜的呀，小铃铛，打个招呼。嘿，小本你好，我是小铃铛。好嘞，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一张粉丝制作的新方块地图，叫做……感谢小本的收看。好了，咱们先看一下告示牌上的内容。喂，你好，这是我第一次做新方块地图，这个是作者的迷你号。喜欢这张地图的小伙伴就赶紧去下载吧。好像没有别的东西了，咱们直接把箱子里面的东西拿一下，咱们好开始运方块吧。我准备好了，哥哥。各地贵，预备备，开始。好变嘞。猪法杖，这个东西让我情不自禁的想对你用一下。哎，说好的变，说好的变猪呢？猪狗你了，哥哥猪狗你了，猪狗你了，你被猪狗呢？你被猪狗呢？狗。好，我成功都被你拱出了一坨屎，你要屁颠屁颠的把它吃掉。走开，哥哥啊！我现在变不回人的样子了，完了，要命了！黑龙混乱球，哥哥别对我使用呐，我不想听，我不生想物看。蛋小灵珠，鸡屎真好吃。等等，等等，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奥特曼好像就是我那个，好像就是我那个，对啊，那个里面的奥特曼，我那档那个，节目的奥特曼对啊，对，我变身之后的奥特曼。对，就是那个，哥哥，走吧。好细心的作者，给你个么么哒。么么哒。等等，我看到了什么？哥，你。不是啊，这不是我第三期还哦不第第第三第三集还是第四期变身的那个奥特曼战士吗？可是你的头呢？你看，我看到这上面，可是为什么我我的头头在你？话说我的头好长啊，不对，哥哥，话说我的脸好长啊。等等，我这是在身兼小灵珠头吗？爆炒猪头吗？不是，木鱼美食木，哎呸呸，木鱼美食。不，木之木鱼美食节目之身兼小灵珠的头，好，标题我已经想到了。男的两个铲子，一个黑的，一个白的，炒黑了吗？什么叫铲子啊？这个黑色的是那个锅，好吧？这个是锅吗？左手那个是铲子，好吧？哦，我以为就好是。比如就好比如你头下方已经煎黄了，再用那个铲子把它。翻一遍，翻过来，啥时候见见脸？哦吼，小铃铛，哎，上面还有新方块，哥哥，你下来，你下来，这就是你发福的样子，对，再见，扭等，回家吃饭呢。曾经你跟我说你要胖到胖到像个肉丸子一样在地上滚，我啥时候说过这种话，哥哥？人家那是你不能。最近有个电影叫做《流浪地球》，你那叫做滚出地球，滚出地球，你让我滚出地球去哪里？滚到月球上面吗？人家那是杀，那人家那是那个鱼丸，你是杀掉鱼丸。好气哦，他需要保持微笑，但是好想笑。来吧，咱们先试下这些武器吧。大地之力、狙击枪，还有什么东西？硫磺射手就不看了。熔岩球、神器、小灵珠，哎，这什么黑龙火球？发生哥什哥，么？我成功把自己坑下来了。哈，这发生什么？我看一下我的大地之力有什么效果。大地之力，你成功又把自己坑下来了，好巧哦，真的好巧。对。谢谢哥哥，我回到了重生点。对，回。哒哒哒哒哒，你还想那个，还想还手啊？哎、哥，你先别打我，哥，你先别打我，你先别打我，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哎呦，在野外冒险真的很危险哦。什么东西啊？哥哥，你过来看一下我这里。你在哪呢？重生点这里啊。哈，有。烤鱼烤猪，香不香？不是，这什么玩意儿？这叫什么？炸弹领域？炸弹领域？对啊，烤鱼烤猪香不香？真香！
好了好了好了，咱们结束这集了吧。嗯，好的。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我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